战男扮家姐影十五岁女裸照，牛高马大，网名叫家姐嘅，是唔系呢个29岁又放犯案底嘅男人啦？年几之前先至放监出嚟嘅咋，前日又追咗啦。咁我哋较早前咧系收获一个举报咧，就声称有人喺用女仔嘅身份，就喺智能手机嘅交友网站上边咧，就假称招揽一啲嘅私影模特儿。阿家姐压咗个得15岁嘅双膝女仔上当，仲 send 埋裸照俾家姐过目身材。唔止咁啊，更加咧出嚟喺观塘区一间宾馆咧就影咗一辑嘅裸照。咁喺拍摄裸照期间咧，那个男摄影师咧就更加系非礼同埋性侵犯嘅女事主嘅。阿家姐上下其手之后咧，梗系走夹唔到啦。个女仔等咗几日都收唔到钱，怀疑俾人呃先至报警。在牛头角区拘捕一名29岁的男子，涉嫌干犯非礼罪和促使未满16岁人士制作色情物品罪的。还在他电话里发现一些女仔的裸照。昨日带着装标 sales 的他去到他爸爸新曝光的家，带走了两部电脑。据了解，警方还未找到报案女事主在宾馆拍的裸照。而他就提醒年青人，网上很多骗徒，千祈不要尽信网上交友和代为找工，更加不要乱咁提供个人资料和相片啊。发觉有什么不妥，最紧要即刻报警啊。